大家好，我是李阳，一个爱玩游戏的原画师。这个频道会不断发布绘画或游戏相关的影片，有感兴趣的可以帮我订阅点赞，加入我的会员，帮助我产出更好的内容，或者加入 Discord 群进行交流学习。好，这一次影片还是我认为初学绘画的人或者是自学绘画的人很实用的内容，绘画名词解释之二。因为大家学习绘画的人都是天南地北的，你的绘画老师的用语方言大家都也不太一样，有时候就很容易会错意，白白误解了老师的用意。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能够让你搞清楚你的老师表达的是什么，该如何做。但因为有些专业词汇在实际的教学或者改画中比较容易出现，所以如果有听不懂的词或者不理解的词义，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集中到下一期来解释。通常释义需要结合具体的问题，所以留言的时候也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在什么情况下表达的。好，那么开始这次的五个词。第一，调子和画明暗。这个词在绘画里面是一个多义词，在英文叫做 tone， 有声调的意思，但是英文的意思就比较单一。中文和 tone 的同一个意思就是关于画面的灰度，整体的对比度的一个值，这个值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的最亮和最暗部的数值。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就是画面的统一性，让画面所有内容都在一个调子里面和谐运行，这就是所谓的调子。上调子、画调子、画明暗，其实都是在要求你统一你的画面，去做一个有规律有序的画面灰度色彩倾向。有的老师会把上明暗也说成上调子，所以你画明暗的时候应该去联想的就是整个画面的灰度和对比度。调子在绘画其实就是跟音乐里面乐谱的那个增调的意思是差不多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类似于节奏，这其实都是属于调子里面的。可以说调子就是绘画里面的所谓的什么高八度啊、低八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然后去理解绘画中所有包括有调这个字的词汇，你就大概能知道老师是在说你关于某个方面整体性的问题。第二个，大调子二分。现在的数码绘画词里面，二分约等于传统绘画中的上大调子，这一步是确立画面的光影方向和整体的灰度明暗的意思。这一步对于传统绘画来说其实还是需要画很久的，但是在数码绘画里面就简单的可怕，因为可以直接正片叠底，也可以直接画，在传统绘画里就要相对复杂一些。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就会不自觉的就去考虑到除了光影以外的空间灰度虚实等等。但是数码绘画画到二分这一步，由于它的流程过于简单，导致人会突然觉得二分的作用其实就是在画一个光影，仅仅把做二分作为一个光影参考的作用，并没有融到整个作画过程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这一步的作用，直到我最近看了日本画师 Dino 的画作过程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二分就是传统绘画里面铺明暗大调子，这一步的重要性仅次于打形。可以说你画完这一步确定的就是最终画面的效果，不管是传统绘画还是数码绘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步骤其实比你想象中要重要的多，这一步是你完成一张绘画的参考，所以其实你画到这一步基本上就应该确定你最终的画面大概应该是这个效果。第三，找形或抓形。这一个行为跟草稿是同步进行的，草稿需要画的比较奔放，正是因为你需要找形或者是抓形，从各种错误中逐渐寻找到正确的外形。而作为一个懂绘画的人，我们一般都会留下一些错误的痕迹来参考，来确保我们绘画
后面的正确性。作为新手，因为本身眼力、观察、手上功夫都不足，留下的痕迹肯定就需要更多，而成熟的画师需要的痕迹就很少。那神会师就完全可以依靠非常少的定位就可以找到正确的形状。所以找形抓形任何级别的画师都是要做的，不同的是新手可能需要可视的参考，而神会师只需要在脑内就可以进行这一个错误排除的过程。这一行为主要就是不停地对画面进行修正，尽量正确地画出你要画的东西。而这个找的过程和痕迹往往会让你的绘画更有画味。当然了，这也跟你的作画方式有关，如果你要画赛璐璐什么的，那找形大概就是精致草稿前最后一遍画线稿之前的操作。还有这个练习一个点，就是一定要丢掉你的橡皮擦，不要用任何修改工具，完全靠线条的轻重来进行是最能这个技能的。第四，塑造、刻画、 render 这几个词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深入刻画细节。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运用色彩或者灰度把你画的对象慢慢变得真实可信或者色彩缤纷，并且为前面步骤中比较概括的造型添加更多的细节和质感的这个过程。从英文 random 是渲染的意思，你就大概能知道这一步你需要干什么。如果不理解，可以去看看 3D 软件进行渲染之前的模型和渲染完成之后的图之间的差别。这一步往往是一个非常长期且枯燥的过程，但是由于要处理的关系非常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去增加前面步骤中丧失的细节，可以说既枯燥又乏味，但是又必须精益求精的一个环节。你如何进行这一阶段的绘画，对画面最终呈现的效果是极其重要的。比如你在这个过程中用什么样的笔刷，用什么样的颜色，用什么样的画法技术，什么样的辅助，都是在这一步进行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一步就是你的画风是什么样的一个关键。每个人即使走同一个流派，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会很不一样，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每个人的用笔用色不一样，就会造成很多不一样的效果。塑造过程很多时候也是绘画让人们觉得有趣的一点，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会让观看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温度情感。很多时候作者在传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的思考的时候，这个过程如何用笔往往就流露出当时这个作者他的心态啊、想法啊这些东西。所以过程虽然很枯燥，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去享受这个过程。在之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人类画师或者是坚持使用自己的一笔一画来进行创作的人，这样的过程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而 AI 图目前来说还是可以被很多专业人士识别的原因也在于此。 AI 图的渲染过程跟它的最终呈现会有一些标志性的感觉，就算很难察觉，但是给观众的感觉上跟真实绘画流露出来的感觉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五，造型与造型，这两个词在不同的老师那里可能代表的含义完全不一样，互相置换都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如何区分这两个词，要看你的老师在表达这个词之后具体指的是你的什么画面问题。大体上来看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你画的对象像不像的问题，比如你画的东西跟你写生的东西一不一样啊，你画的东西跟照片一不一样啊，所以形不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你的比例问题、透视问题都会出现在造型这一块，所以这一类都会统称为形不准。
如果说行不准这个描述，你可以马上联想到的就是你画的不像，或者是哪里画歪了。但如果一个老师说你造型能力不好，那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意思。造型有时候代表的是你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比如你画的眼睛是圆的还是方的，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是大是小，衣服好不好看等等，这都可以表达成造型。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去分清楚你的老师在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样后面的内容你才能够精准的理解，这样你才不会产生那种，哎，为什么我明明画的跟参考物已经很接近了，还要说我造型不行，那可能说的是你画的物体不够好看的意思。好了，这次的五个词就先分享到这里，后续我还会继续整理并解释绘画常用词汇，打消各位的误解，这次就到这里 ，peace。